淡淡香气也是有点宜人啊。水晶膜遇水即化，科技也是有点黑啊。洗起衣服来省事多了，不用量扔一颗即可。据说八倍净力，洁净柔顺一颗搞定。那得倒点酱油试试了，可不能浪费我一颗压缩毛巾啊。简单揉搓几下，低泡沫的设计还是很实用的，洁净力果然可圈可点，可以放心洗衣服去了，一颗洗个八九十几件毫无压力。